队出境注意事件解说。各位贵宾，我是10月10日前往 A 国的领队 AAA， 请勿航班起飞前2-3个小时在 AB 航厦 C 柜台前集合。下列有关旅游的一些事，请各位勿行前仔细阅读。时差，台北的时间比欧国慢欧小时。海关，不能带新鲜水果肉类入境，除没收外汇重罚。入境台湾成人烟一条，酒一瓶一升。不帮人带东西，不是自己的行李都不要碰，令袋子拉件拉上，以防被刻意栽赃运毒。一，请确认机票英文拼音跟护照是否相同。二，挂完行李后，请确认是否拿到行李条，即请将行李袋和吊牌写好后挂在行李箱上，以加强行李的辨识度，避免拿错。三，挂完行李后请确认是否拿到行李条，再确认行李通过安检 X 光机。下机后请在 KK 地点与领队集合宣告出境，注意事项准备出境。